尽在运通。欢迎再度收看《股王至尊》。今天这个盘呢，只演了上半场的好戏，然后呢，尾盘的时候做个偷杀的走势。但是呢，我说这个盘在明天呢，反攻的机会很大。啊，这个盘在明天反攻的机会就很大了。首先呢，今天的盘呢，当然呢，宏达电又跌停，所以它又开低走低，对不对？在九点半之前，你看，哇，开低再走低。啊，最低跌了51点，很可怕，因为呢，宏达电锁了29000多张，跌停还是没有打开，然后呢 ，TPK 对不对？也是开低，然后测低。那但是呢，为什么这个盘呢到9点半之后会往上拉这一波呢？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大陆股市开盘嘛，一开盘呢就冲高，然后又大涨嘛。所以为什么股王至尊最近一直告诉你，我说呢，美国股市涨不要太高兴啊，美国股市涨带不动台湾的电子股，因为台湾电子股在做结构性的改变，反而是你要看中国大陆的 A 股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为什么台北股市呢，来能够拉这一波，看起来要翻红了，对不对？期货已经先翻红了，看起来要翻红了，哦，要开低走高了。那为什么会拉这一波呢？就是大陆 A 股在涨嘛。所以趋势你要看得明白啊，现在的主流，现在台北股市的趋势是跟着哪一个股市在走，你要看得明白，是跟着大陆股市啊，是跟着大陆股市嘛，对不对？跟着大陆股市嘛。那大陆股市呢，哇，盘中又往下回撤，有没有往下回撤？那我们呢，来，我们就很乖啊，又跟着往下回撤，很有趣啊。哎，现在你可以看到说市场上基本上呢，散户已经很少了，能够活下来的散户已经不多了。这是股王至尊在这个行业十几年以来看到一个很惨的现象。哦，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，那时候9859点，然后跌到2009年，对不对？3411的时候还没有这么惨，哦，那时候9859跌到3411的时候，虽然很多人几千万输到剩几十万，甚至被断头，有很多，哦，很多人几千万输到断头，有，哦，但是那时候市场的散户大部分的人都还有钱。但是呢，再从2009年欧债的风暴开始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到现在的2013年，整个电子股的没落之后，你看到台北股市基本上，散户的参与度已经越来越低了，甚至连投信基金也是不断的赎回。那这次呢，连债券型的基金也遭受池鱼之殃了，因为担心呢 Fed 不买债券，整个利率的一个上扬，对不对？殖利率的上扬造成了公债价格的下跌，短短的一两个月，很多债券基金损失惨重，所以你为什么看我的节目不会像别人一样每天告诉你，哇，我的股票又涨停了，我今天又大赚了，我的会员又涨了。我说这样骗人没有意思，对不对？要骗，十几年前就骗了，那时候骗的时候很好用了，哦，那时候有些老师很有趣啊，每天都是印在盘中印什么，印涨停板的图啊，印涨停板的股票，啊，譬如说来，对不对？今天啊，收盘之后来，
像这种啊，这没有代表性啊，这个也还好。好了，像这个今天有3000多张嘛，啊，昨天1900多张啊，像这个涨停板对不对？我就印出来，啊，印出来之后呢，有可能今天的侧标就写差域涨停板啊，今天侧标就写差域涨停板。哦，那是比较狠的哦，因为他也没带会员买，或者呢看到涨停，看到涨停才发call讯嘛，也买不到嘛。啊，但是他有发call讯啊，所以他就可以写啊，恭喜差域涨停板，然后呢，写在他的侧标上面。啊，那时候投资朋友也很好骗啊，因为很多人很贪的。哦，那时候我看有些老师这样做，我心里在想。怎么会有人那么笨会去相信呢？哎，真的就有人呢。哦，你不真的，他只要写个几天，哇，今天又是哪个涨停，今天又是哪个涨停，然后呢，几只涨停，5只涨停，6只涨停，不管会员有没有买到，对不对？或者呢，一天买10只，买20只都无所谓。但是就是会有那种贪心的。哦，甚至呢。也不能说涉世未深了，有些人资金也蛮多的啊，有些人可能好几千万在做股票的啊，有些人几百万的就去加入了啊，那生意不错啊，那老师生意还不错呢，哦，那时候很好骗的啊，但是我相信呢，经过这几年下来，该骗的该死的都死光了啊，现在要比的是谁的功力扎实嘛？谁能让会员活得久？谁能让会员赚钱？我认为活得久，在股市里面活得久，你就都有机会了。然后让会员赚钱，你才能够长长的、长长久久的活下去。这个盘，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解释？那因为今天这个盘它是杀尾盘哦，虽然说它杀尾盘，但是呢，今天呢，来上海 A 股呢，下午盘是往上拉的哦，下午盘是往上拉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对不对？昨天我花了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跟你解释这个下影线的关系嘛。对不对？那今天呢有没有他拉一根小的红 K 的哦，应该是2%多，涨了2%多了，还不错嘛。那代表呢，明天如果上海 A 股开高走高的话，台北股市明天是一个反攻的机会。再加上呢，宏达电明天应该会开的啦啊，明天应该会开的啦，已经跌成这样了，对不对？破底再破底再破底了。哦，明天它应该会开了，哦，它跌停应该会打开了，哦，所以我今天呢，再跟你预测一次，我说明天会反攻，就像呢上上个礼拜五台积电跌停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呢，哎，大盘会反弹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来，啊，7月19号嘛，对不对？那天大盘跌100多点嘛，台积电跌停嘛，我说呢大盘会反弹啊，下个礼拜会反弹，有没有？先反弹100多点，然后呢，哇，又那么弱，又来回撤，那也没办法。宏达电太弱了嘛，电子股太弱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来回撤没关系，我今天再跟你预告，我说呢，明天会反攻，让你看看我准不准，啊，让你看看。在市场里面，对不对？还是有扎扎实实的在做分析的人，哦，不是每天都在吹牛、耍嘴皮子或者骗钱的。我不希望你再被那些老师骗，我不希望你再抱持那种想法，以为呢，哇，看到涨停板就很好做、很好赚，不可能的，真的那么好赚的？地保，对不对？早就全台湾都是，每个人都买得起了。那我好好的想一想，你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休息一会。
先忘记要开机，不迷网页请千万更新，电话确认最最安心，男人密码破解真容易，定期更改最放心，离开座位即刻关闭，用完登出非常要紧，公用电脑别进行，无线上网也请暂停，账单明细最仔细，怀疑盗用快快联系，网络银行省您生活更便利、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，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，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热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这里不只是物流公司，引进 ICT 技术，掌握服务时效，用科技整合物流金流，提供创新物流服务。这里用服务打造世界级书店，用科技让服务更迅速，每年吸引150万旅客，让服务业跨越国界，推动服务业科技化及国际化，做就对了。好的，欢迎再度回到现场。啊，这个盘来说呢，在整个趋势的部分，我仍然是看多了。啊，我认为说中国大陆的 A 股最近呢打底完成了之后，它一定会展开一波的涨势，也压得够久了，也跌得够深了，该它要动了。那中国大陆涨了之后呢，台北股市当然相关的族群啊，譬如说中概，譬如说政策做多的股票，或者说呢在金融的部分，两岸的服贸也要展开谈判的。当然呢，金融有很大的想象的空间，那甚至呢，生技类股还是活蹦乱跳，那电子类股呢，它还是一个跌升的反弹。然后跌升的反弹，当然看它的筹码面，当然要看它的获利面跟未来性啊。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今天呢，有的电子股涨停，对不对？华宝涨停，哦，因为呢，今天早上呢。工商时报哇，头条就写华宝抢到呢部分鸿海在 Apple 的订单，对不对？鸿海把部分的生产线卖掉，卖给 Apple， 然后呢 ，Apple 呢把它卖给华宝，哦，华宝呢有抢到订单，哇，今天呢再攻涨停板。那但是呢，有些股票还是一样惨，宏达电、TPK。哦，不过呢，今天有比较好一点的现象，就是呢，哎，今天友达有涨停板，啊，友达对不对？公布呢，开始呢，连十季亏损之后呢，开始转亏为盈了，然后第三季的 focus 呢，哎，展望还不错哦。哎，今天呢，外资呢认错回补啊，所以你看到友达的 K 线很丑嘛，有没有？前几天我说它 W 底，那昨天呢来一根黑 K。哇，这吞噬的黑 K 很可怕，但是呢，今天突然呢一个跳空攻上涨停，又把这根黑 K 来做吞噬了。好，所以为什么我说做股票有时候你看 K 线会被修理，而且会被修理的很惨。你看友达的 K 线就这样嘛，在昨天的时候，你看到友达，你认为它是要往上还是往下，对不对？来。我们再把图放远一点，你认为它是要往上还是往下？看起来是要往下嘛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今天呢，哎，出现了这根红 K， 又把昨天这根黑 K 吃掉了。哦，昨天这根是长黑的吞噬，而且这个
昨天的量有没有？昨天的量，啊，有没有？也大于前天的量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如果昨天你去放空面板的，今天呢，呵呵，马上被修理，啊，连补都很难补哦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说有时候不要追高杀低啊？有时候不要说，在整个趋势还没有明朗之前，你去追高杀低啊，自讨苦吃啊！哦，大盘也没大涨也没大跌的时候，你反而输了一堆钱，输了一屁股，那真的方向出来的时候你怎么办？那所以有时候做股票你要停，该停的时候要停，该看的时候要看。哦，然后呢，让那些呢大人去对坐嘛。这样说，外资今天呢还是做空，哦，这个盘来说呢，唯一的缺憾呢，是外资呢今天还是做空，自营商还是放空啊，哦，所以呢，明天呢，第一个要不开高走高，直接让外资让自营商认错回补，要不然呢就开低走高。好，哦，那关键呢在哪一档股票？在这支啦，啊，哦，在这支啦，宏达电就很重要了。啊，哦，但是呢，我还是不建议你去抢反弹。我认为它是弱就是弱的，对不对？不要以为1300跌到148很多啊，威盛600多跌到十几块，对不对？我相信这好久以前的历史的经验啊，威盛600多跌到十几块，2388威盛现在多少钱？18块，它还是有减资过，哎，对不对？它还是有减资过来啊，哦，过去的威盛多少钱？来，这边多少钱？629，629，现在这边多少钱？18块。哎，弱的就是弱了，啊，哦！我说，弱的就是弱了，你不要去乱摊平了，你只有趁反弹的时候做减码了，少输了，然后呢换股，换强势股，换未来的主流，换能够倍数利润的，这样子你才有翻身的机会啊！了解吗？宏达电现在140、150。或者明天再一根跌停130，我说都无所谓，它一定有一天会强劲的反弹，而我认为明天它是一个非常好开始的机会。但是反弹的时候，我不需要你去抢，我不需要你再去摊平，对不对？万一又摊错了怎么办？这边305跌到200，一堆人去摊平，结果又破底。又跌到180，180这边呢又有一堆人去摊平，结果又破底，现在140几，哦，现在140几，情何以堪呢？你越摊越平呢，你没有那么多资金的，你好好的听我的话，你应该去买一些在底部的未来的强势股，有翻倍的机会，因为宏达电现在还是亏损。为什么会跌那么深？它还是亏损，它不像可成啊，对不对？今天为什么可成会大涨？为什么今天可成会大涨，涨6块，会修理外资？因为至少它上半年还赚一个股本，你了解吗？它还是赚钱的。哦，但是可成红准也碰到问题了，碰到什么问题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可成跟红准？这几年来表现得很弱势，碰到什么问题？第一个 F 凯盛，第二个比亚迪 BYD， 哦，不是 BVD 哦，是 BYD 哦，是大陆的比亚迪哦。比亚迪也跟鸿海在抢苹果的单啊，在抢宏达电的单都有啊。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为什么我一直告诉你，我说现在台北股市弱的在电子，而电子
现在在一个优胜劣败淘汰的战争之中了，它是很现实的，没办法，这是一个大环境的改变，一个产业的变革，我们都没办法，我们只有去趋吉避凶嘛，我们只有呢去买一些还在高度成长的，现在中国大陆还不行的，或者说我们自己政策做多的，你了解吗？就算美国股市跌，就算中国大陆跌，我们自己政策做多的，明年要选举的，它总是要涨吧。对，我都帮你想得那么远，我都先帮你想到明年要选举了。那你认为选前会不会拉股票？尤其是明年是县市长的选举，哦，明年的县市长选举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为什么重要？这绝对是马政府的期中考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我要告诉你？我说呢，我要买在底部的，我要赚的稳，我要带会员赚的多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在长线的底部怕什么？历史永远我都可以复制的。你看威盛，600多块跌到十几块，宏达电是不是复制它？很有趣吧？哦，过去很多会员，他们说啊，老师啊，我们去买宏达电好不好，或者怎么样？我说我都不要，一张我都不敢。为什么？因为由过去的威盛的例子，600多跌到十几块，你还原全值都没有办法翻身的时候，这家公司它的股性、它的操作的模式是非常的狠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到宏达电也是一样啊，1300跌到140几、150啊，1300万变成150万了，怎么过得下去啊？因为有钱人是无所谓的，输个1000多万笑嘻嘻的，鼻子摸一摸就算了。但是如果是没有钱的人怎么办呢？哦，所以我说，每一档股票它都有一个作手。然后每档股票它的经营者跟它的股性都有很大的关系，历史永远都可以复制。像这档股票，我说政策做多，明年选举它一定要大幅度的一个表态，它一定要有成果出来。那你看到有没有？4年前也是一样的状况，哦，选前你看这一波，噗，涨了3倍。那我说这一次的 K 线有没有？这次的 K 线做的有没有跟上次一模一样？哦，这一次的 K 线跟4年前的 K 线又一样耶，那到底是要上还是下？我说呢，就算是往下了，就算是这边往下了，你了不起赔个1成2成啊，你还是有解套的机会啊。哦，但是如果是往上的话呢，如果像这边一样从这边往上呢，这边到这边呢，三倍。那当然呢，你赔个1成2成，赚可以赚3倍。这个买卖，这个投资划不划算？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嘛。你现在去买宏达电，明天就算了开低走高了，或者说直接开高走高了，150了，宏达电会涨到300吗？有这么可怕？有这么厉害吗？我认为这机会会比较小一点，啊，这机会会比较小一点，连一倍反弹一倍机会都比较小。但是呢，像这样的公司政策做多的，而且是未来性的，有没有？股本又小，筹码又轻，知道的人又少，多好。今天呢，大盘还是跌没关系，他已经先表态了，啊，大盘杀尾盘，他先拉尾盘。表现还可以的，啊，我不会故意去拿一些涨停板来骗你，但是呢，扎扎实实的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如果你想要这样的股票，想要在底部的，未来能够涨一倍的、涨2倍的，甚至涨3倍的，然后你的风险可能只有10%、20%的，这样的公司、这样的股票，我认为现在不多，但是呢，这一档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之一。你要的，你想要布局的，
趁大盘要即将反攻的时候把电话拨通，我免费的送给你，明天盘中我们及时的通知你最好的买点。我希望你能够赚得稳，赚得多，晚上能够睡得好。祝各位有个好梦，明天见，再会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累死了，想到要去排队办美签。哦，有个浪费时间的。喂。喂，你要赶快找时间去拍美签大头照哦。哦，好啦，还要去面试耶。啊，忘记线上网预约了。哦，你们资讯很差哎。来，你们看，以后去美国观光和商务考察不用签证了啦。是哦，这本护照有够照。环游世界啪啪照，外交部和大家一起打拼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，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，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师父，这次取经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事。别担心，这次出国前我有先做出国登录了。出国登录是什么呀？我们国人出国观光游学或是洽商，都可以到外交部的网站上登录旅外资料。如果当地发生天灾或是动乱，